来看一下，这边有一个二哈哈，这个二哈挺好看的哈，这个三把火也开的挺好的哈，黑鼻头，舌头也比较湿润哈，一看就是说明它健康。如果不健康的狗狗，它的舌头啊都有点发白了，有点贫血，这说明血液旺盛啊。多少钱这条？这个多少钱？啊，二哈800，少带少带，哪那么贵？我卖头一个，打的那个比那公这个差都卖800。你要拿600元，最低就给600块钱。600块钱，他说最低600，公的母的？小母狗。小母狗。打不开啊？这是小母狗哈。我照着点。哎呀，挺好看的，是母狗吧？母狗母狗。多少天了这个？这不50多天了。50多天，最低都500呗是吧？最低600，你这套路啊。行行，这个呢，这是黑狼哈，黑狼他耳朵咋这里没理那么好，没理好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这个呢，第二价1500。这个啊，1500，得四个多月了呗？我看还有几个月了。哎呦，得四个月了，黑狼是公的母的这个？这小公哈，个头还可以哈，看他有成年的德牧哈。他说最少1500，如果要的话还有利润空间哈。看看这边，阿拉斯加，这都狼版的阿拉斯加哈，狼版的阿拉斯加，看看耳朵立起来了，嘴巴比较尖，这就狼版的啊。这斑点，哎呦，这斑点那么瘦，这斑点谁的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800呗，600，600哈，斑点600，哎呦，那么瘦，肯定像有，这样要是一感冒不得得花好几百。这边还有一个高加索啊，高加索3600，一看都没精神了，一看就没有精神了。然后咱再接着看看啊，这边还有巨贵犬，白色巨贵，站起来。这个巨贵啊，有没有喜欢的啊？大概在1000多点啊，这个巨贵啊。这边还有小鹿犬啊，两只小鹿犬，一个铁铂金的，一个红色的啊。这两个应该是一窝的，狗妈妈应该是这种，找的是铁铂金的颜色配的啊。这个有点发黑，看到了吧？有点随它爸爸的基因。黑色的一般都贵一些啊，基本上都800左右啊，基本上在800左右。还吼我呢，小露露。来看看还有什么狗？这边还有小比熊啊，这个比熊，这个比熊啊还可以。这个比熊多少钱？多少？1400，你放那吧，我得放那啊。这边一个博美啊，这个小博美，小博美啥价？小博美1000啊，小博美1000。哟，这是大泰迪呗是？灰色巨贵啊，泰迪 plus， 这个啥价？大泰迪你会要1800？巨贵。再巨贵嘞，不能那么贵啊。白色巨贵，白色巨贵都1400了。白色的巨贵你的吧？哦，白色也你的。多少钱那个白色的？最少多少钱？要哪一个？最少少的呀。要大的，大的。大的我要卖上次我刚说的1600。啊。你给我1400。小的呢？小的是1200吧。小的1200，这个灰色的呢？你卖价就卖价，卖价就是卖价1000吗？有点贵。没跟你说2000，这个已经齐全了。这个最少多少钱这灰色的？你看1200能拿不？1200。那我灰色。灰色我不要，人家要灰色的，灰色多少钱？最少多少钱？你卖价。我1600吧，我还不跟你说1100，我给你1200吧，你看行不？不行你放那吧。已经反悔了，你看这有多少天？2个多月啊，这个2个多月都已经反色了，疫苗还没做齐嘞。这纯种的灰色巨贵啊，你看几色？哎，说个卖价，我帮你卖了它。不假了。1300块钱，你看行吗？你说多少钱？什么都给你家的吗？啊。1500块钱。什么1500？走着。来看看啊。再接着逛啊，
这边有秋田犬啊，来看秋田吧。秋田，这个边牧是疫苗坐骑的边牧啊，这也是，像那条边牧啊，还没卖掉呢，要价2000多呢，这个有点串了，这一个，这个、有点串了。这秋田谁了？多少钱？多少钱？30张。要30张啊。疫苗做完了，忠犬八公哈，确实挺壮的哈，30张太贵了，也不给他砍价了啊，他没啥意思。来看这边吧，这边有，这是比熊。对，这是米切尔的。这尖耳朵了，这个。对，这个是正常的。这是一窝的吧？啊，不是一窝的。现在都兴尖耳朵，剪了耳朵价格都贵好多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哎呦，这个呢？1400。贵出来900块钱。哎呦，这是啥狗？这个是白把哥。串的。串了啊，一看就串了啊。哟，这个泰迪也不错了。这个啥价？这个是1600，灰色小体的。是灰色的。对，灰色小体的。对，纯种的灰色啊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？那少吧，那少多少钱？这个啊，看那不大有精神。这个最少多少钱？这个最少你给我1500吧。这是公的哈，便宜的便宜的，好拿你的够还。行，你要多少钱呢？合适的拿，不合适留着。我想800拿多。800你买不了灰泰迪。900。900也拿不了，都是1100以上。我犯了，900都算给你最多了。那你说多少吧，你让一口，哪有1500的？1400最低。是小体的吧？对，小体的，你看看。头顶上，我操！你看看。头顶带天坑吗？不带。头顶带天坑的是茶杯体啊，但是不太好养活。这个脸带还可以啊。打几针疫苗了？2针疫苗。你少的，你直接说个卖价吧，是吧？1400。操，腿给腿贵。那你给我的也不是价呀。900块钱可以了。你让我捡个漏呗，捡个漏。我买回家这个我不卖给别人，我就是我自己拿回家养去。拿回家养，你900块钱也买不了了。你现在一个正常泰迪比熊都得把都得900多了。不墨迹不墨迹，1000我还不墨迹了。1000行了，1000行了。行了，我拿走。1000行不行？人家买的九百才多少钱？那不一样。是吧？不一样，你看这个毛量，你看毛量厚吧？还不是那种细毛的，你看看，它身上都有点脏了，你看不？行了，哎。1000块钱，你说最少多少钱？正常多少钱吧？不能往这做，我还让看下股了。这个1300。有点高。1100块钱。你别管1100了，我看我想卖吧，1600块钱拿走。1100我要了，1100，这个脸蛋还可以啊，我看1100啊。就这意思，所以我卖你便宜了。嘴巴还可以啊，1100是要拱是吧？给他吃点狗粮，我看看行吗？没有狗粮，行，给他水喝，那喝水呗，别的不喝水，不知道吃喝。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1100块钱啊，我拿下了。如果咱自家粉丝要的话，我同行不给，我就给咱自家粉丝哈，也是这个价格给他，给我点辛苦费，然后我就给他啊，来关注一下，这只应该没啥毛病，我检测一下啊。来关注一下啊。